们的这个玻璃啊，在轨道里也特别顺滑，对吧？不像有些无框装，他们轨道里面都涂有这个润滑油什么，像我们产品就基本上根本就不会用，因为我们的产品它的轮子啊，都是就是材料什么都非常好，所以推起来特别顺滑，轻轻的用手指一推就可以了。